好家伙，丧尸题材加像素风格加沙盒模式加随机生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试玩一下近期大火的丧尸生存游戏《隔离区》。游戏的玩法类似于《僵尸毁灭工程》，你需要在丧尸横行的隔离区中生存下来，不断寻找资源、建造设施、制造武器，抵御无休止的丧尸攻击。同时，你还需要注意自己的饥饿、口渴、疲劳等状态，以确保自己的生存。游戏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不同的区域来收集资源，但同时要注意避免各种危险，比如毒气、放射性区域或者异形生物的攻击等等。除了收集资源外，我们还可以在基地中建造各种设施，比如烹饪台、药品台、工作台等等，以满足你在游戏中的各种需求。游戏中你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状态，比如饥饿、口渴、疲劳等等，以确保自己的生存。此外，游戏还有天气变化和昼夜交替等动态因素，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你的游戏体验。同时，末世中充满了各种类型的丧尸，比如普通行走的行走丧尸、奔跑的狂暴丧尸、口吐酸液的喷吐丧尸、自爆丧尸等等。同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僵尸王的 BOSS 存在其中。为了抵抗他们的攻击，你需要制作不同种类的武器，比如枪支、近战武器、投掷武器等等。此外，你还需要建造各种各样的陷阱和防御设施，用来保护自己的基地。总之，如果你喜欢挑战性和多样化的生存游戏，那么这款游戏绝对值得一玩。它不仅拥有丰富的游戏内容和挑战性的玩法，还能让你体验到丧尸灾难中的恐惧和紧张感。好了，游戏开始之前呢，就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赞。没有关注我的同学，欢迎点播关注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好的，正式进入游戏，可以看到这个画风上好像除了丧尸，还有这种奇怪的外星人，是吧？那行，那这里我们选择开始游戏，创建一个新的角色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游戏当中和僵尸毁灭工程一样，是需要创建一个新地图和一个新的角色。然后地图呢，我之前创建过，就选一个正常的，比如说中型，是吧？枪支有大量枪支，而且密度适合，植被高密度。同时呢，这边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人物。这个游戏当中其实很多内容非常类似于僵尸毁灭工程。首先看一下啊，它的属性点分为力量、敏捷、耐力、精力等等。每个呢，比如说力量影响近战血量，敏捷呢影响远程的攻击瞄准，这个耐力呢是奔跑和攻击都会消耗耐力，就体力了，你跑着跑着就没劲了，所以这个在前期很重要。精力的话是影响建造和制作的。我们作为一个新手初见实况，以我的理解，耐力肯定是比较重要的，我们先加上五点吧。然后敏捷和力量的话，这个游戏之前同学推荐过，我说这个游戏当中枪械比较多，而近战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加上两点敏捷，加上一点近战，就一点力量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技能点啊有十点可以加一些。近战攻击就不搞了，既然是打枪，我们就选择枪械，比如说枪械伤害、枪械的瞄准以及装填的速度。看到没有，它这个一级呢加一点是提高 20%， 加两点呢只能提高 10%， 所以把装填速度减一点，瞄准呢，瞄准和伤害加的不多。然后那个弹匣一次可以装填两颗弹药，这个就很猛了，它是一次性的加一级。枪械知识对吧，不需要工作台可以改装武器，比如给枪 装什么瞄准镜啊、配件等等，需要。近战武器保养就不需要了，攻速蓄力的话是我们就先不玩攻，所以拉弓等等就不需要了。箭矢回收倒可以拿一下，就是后期比如说有强力弓之后呢，射出去除了爆炸箭之外，其他箭矢都可以100%进行回收，这个很强。点一下耐力恢复，哎，30%一点就加一下，恢复耐力很重要。体力上限、血量的上限增加10%，自然恢复的话是体力恢复速度增加20%，加一下，还有四点是吧？前行，哎，加一下，然后开锁加一下，现在还有两点，两点的话，我们加一下体力的上限，然后再加一下枪械的伤害吧。好，既然是个打枪流，就选这些。然后看一下，现在体力值128，耐力150。这样吧，力量就不要了，你既然打枪就全加敏捷。人物特性方面呢，这边和江毁一样，就是初始有五点，这个减少点数的都是正面特性，红色都是负面特性，我们最终让这个点数变成零就行了。然后看一下搬运工肉食者可以直接吃生肉，我的天哪。背包客，哎，相同背包可以压榨出更多的空间，这个是需要的。搬运工，你的负重大于正常人，这是需要的，就是我们要既然是个搜刮样式，背包和这个体力就要更大一些。然后看一下别的，抗打击，从小到大经常挨打，所以对物理攻击具有天然的抵抗力，承受物理伤害减三，这个也还不错。就被丧尸打的话，不会受太多伤害。抗毒抵制的话，即使中毒也会很快恢复。还有这是肾上腺素，血量低于30%是攻防大幅提高，俊俏外表。嘴炮高手，这都没什么用。霰弹枪、手枪精通、全自动射手，
你对全动武器十分熟悉，使用全动武器时弹道散布更密集一些，就是突击步枪更强一些，轻手轻脚，快速阅读，深度阅读，再来个全动射手吧。好，那现在负四点数，所以这边得用一些别的，比如说素食主义，不能吃肉，弱抵抗力，好吃，野生动物十分喜欢你，无论周围有多少人，他们都会优先攻击你。善良，杀死动物或人类会影响心情，恐慌症，体力越少，攻击越弱，就不能掉血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负重成负面影响更大。哇，这些负面影响都感觉好多啊！这样吧，笨手笨脚，搜刮是产生噪音的嘛？我们把别人全部干掉就没有噪音了，就有噪音也没事儿。缓慢阅读者，这智障属性，你的读书速度比别人慢很多，加上这个过动症，看书让你非常烦躁，但虽然可以坚持看完，但更活更少啊！点到点到，对吧？那这样我就丑陋，人类对你好感度降低，没什么嘴炮能力，交易很少能说服对方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又多了两点特性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下外表俊俏、嘴炮高手、霰弹枪、枪械精通就不需要。我们加一下那个，哎，我想知道这个动物感应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和这个动物，这两个会不会冲突啊？这样吧，肉食者，哎，就是虽然我这里什么多动症、笨手笨脚，但是对吗？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食用生肉，这个就很强。好，下一步看一下人物的外观啊，男性、女性角色，我们男性吧。这个，好，起个名字，包子。然后这边可以换个发型，啊，这差不多都是马赛克哎，就他吧。脸型好像也长得也差不多，上衣的话来个厚点的上衣对吧，警用衬衫，然后再来一个黑色长裤，脚部穿一个厚底的运动鞋吧，然后肤色这边可以换一下这个脸色啊，就正常型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基础的一个调节，然后确认创建人物，这边直接开启 Start Game， 然后这边其他样式都按它的正常的来啊，就是 Boss 难度以及感染者数量就正常吧，少量正常，要什么少量的嘛？玩游戏突出一个猛，突出一个干。好，开启。好，那首先是生成各种各样的什么地形啊等等，其实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更新版本的毁灭工程。首先选择一把武器：霰弹枪、消防斧、复合弓、缠着铁丝的棒球杆，那个吗？双管霰弹枪。要啥呢？斧头啊，霰弹枪，我初始搜刮，我觉得有枪没子弹不行，那就选择消防斧。哎，好，那边就正式开启。这边是一些提示，比如说制作弓箭啊，东方呢有一个小型的船只以及实验设施，左西右东，那就朝右边走咯。好，游戏正式开启。我们现在这里旁边这有老鼠，有一个坠毁的直升机，地上有什么？失去信件，这边打开信件看一下，行动计划阅读一下。直升机进入 QZ 降落时， A 队负责警戒向目标开火， B 队前往实验室带领 A 队撤离，可以自由开火，可以对感染者自由开火，这就是一个行动的计划了。然后另一个呢，目标船只东海岸，在 PDA 中可以显示 M 键可以打开地图。 OK， 下一个我再阅读一下啊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那就把它丢掉吧。把斧头呢先装上，装到副手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新建我已经看过，丢弃。手头呢现在有一个广角的手电筒以及一个激光瞄准镜，手电筒装备上，还有一些电池。哎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这有几个人，搜索一下。哦，搜刮，我去，什么东西？阿特曼 MR 气枪，弹药类型气枪 1.25， 那先装上吧，有把枪也不错。简易斗篷，储物空间没有任何的，它是防雨的，那这个还是需要的，我把它装备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防雨了。然后凯拉夫的躯干不防雨，但是它减速度会加防御力，装备上。哇，凯拉夫的警员制服，外面套一个凯拉夫的这个凯夫拉的这个背心。物理学圣剑，破门工具，哎，拿一下，这破门有时候是需要的，拿一下。新剑就不需要了。故障的弹道计算系统，拿一下吧。以及这个东西可以进行辅助，就是加人物的加点了。红色药剂以及气枪弹 ，OK， 看一下它。好，哎呦，
简易的霰弹枪，还有一把手枪。哎呦，可以，全拿上。然后手枪，绿色药剂、蓝色药剂，这个是用来变异的，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物的，比如说变异等级等等，先拿上吧。这样吧，我既然是枪械达人，我把这个枪放这儿，然后一把气枪，对吧？上弹，一次可以上两发，五发子弹，然后霰弹枪。好的，好，那现在就可以正式出发了。他说是朝东边 PDA 的右边，右边这边有城镇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哇，这个游戏的画风不错。哎，采集中。有应该有浆果、小木棍、植物纤维、木材等等。哦，现在没有食物，只有一瓶水啊。左下角这边是体力值、耐力值、饥饿值以及口渴值等等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有霰弹枪、有喷子应该是够的。哇，现在来到一个城镇当中，这有一个尸体。还有一把手枪、左轴枪，好，都装上。三把手枪，来了！哇，一枪爆头！我这么爽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拿气枪，这气枪这么猛吗？这，哇，爽！好，上子弹，可以。哎，还有，这个玩法好，这个丧尸可以在这个房间后面显示出来，就不会像那个《僵尸毁灭工厂》那么恐怖了。这是钱，这边好像还有人。搜刮小木棍、急救包、休闲服不需要，绷带，爽，急救包能，真的，待会儿，哇，一枪爆头，枪械专家就是猛啊！这边可以使用，能不能放在快捷栏当中？我看看，哎，可以，快捷栏四，快捷栏五 ，OK。好，再搜一下它。老式双管霰弹枪以及大号水壶，哎，可以。鞋子就不需要了。哎，这丧尸身上，哎呦，什么东西？感染者，我去，这头怎么是菊花爆开那种感觉？哎呦，我这丧尸数量还有点多，还行，果然开着枪械，技能是很棒的，又是水壶。什么东西？不，用来制作绷带，拿一下。这种游戏，我去，我好多丧尸啊！好，啥都没有。沿途有一些丧尸。三管霰弹枪，磨损状态。小电池拿一下。霰弹枪弹药拿一下。我去，我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？我这丧尸好多变异者。再来，再来一枪。再来一枪，这不死吗？五枪才死，没子弹了。哇，没子弹了，等一下，这都不死。我去，什么东西啊？车辆维修工具包，啤酒是食物，流食。生产材料都拿一下，我这种搜刮当然来说就喜欢搜刮，但是这个城镇好像丧尸数量有点多，三管线那些之前搜过的，这边还有俩，这边主要是有奇怪的丧尸，哎，不可以拿一些变异组织，可以制作培养液，我现在没时间去培养，可乐，这样吧，可乐喝掉。好，补充一下血，生命值。哇，这还有矿产吗？抬起，这应该是地图上的废墟，工业废墟。这都是一些，好像我来到一片奇怪的工业区，看一下地图。果然，这片城镇应该让我已经搜刮的差不多了，就是丧尸应该清的差不多。这是应该是一个超市，里面有大量的食物和水，我得进去搜一下。换到霰弹枪，有奇怪的声音。这里可以怎么进去？翻越窗户。
去，什么东西？我吐毒！哎呦呦呦！我去！啊！薄膜弹壳，我还是换到这个枪吧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东西！哎，气压低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刚才怎么不小心把急救包给扔了？绳子，铜制匕首。目标处于硬直状态的时候，可以用匕首去处决。哇，生化危机的感觉。装上，好。不是这，哎，等等，好紧张，这边又有一个丧尸。好，爆头，可以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啊？爆头，搜一下这个刚刚的尸体，有没有弹药？声光炸弹、闪光弹喽？装备，好，闪光弹。信件，这是配方，声光炸弹配方。哎，好东西，这边可以阅读一下。好，现在我就解锁新配方，就之后我可以制作闪光弹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气枪，气枪现在是没气了，摁 R 键充气，充压。哦，是这意思。气枪的子弹。用一段时间是需要充气，它才能打出子弹的。看一下右下角那个仪表盘。哎呀，我们单身多少年的手速疯狂在录，好，把它录满。啊，好，好的，那气枪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就进这个房屋再搜刮一下。开锁，选择工具，啊，是锁着的，需要消防斧或者撬棍，撬棍会造成大量的声音，我们试试啊。打开，哦，里面选到霰弹枪，有什么呢？搜索一个柜子，锁柜啥都没有。这里，服装下身，嗯，好，一枪喷。果然开锁会造成非常大的声音，蛮恐怖的。搜索，哎，这里面啥都没有，我觉得要搜旁边那个地方，旁边那个超市里面有大量的物资。好，切到七枪，哎，开局还行，这个游戏开局会给了三把枪，而且有一堆的子弹，这点我就觉得比较爽。如果玩僵尸毁灭工程，可能你玩了好久，你都发现。什么都没有，你都可能搜不到东西，但是这个游戏好像还行，而且怪物身上其实有一些，丧尸上还是有一些物资的，虽然少，看脸呗，是不是？我这边好卡呀，为什么？哎，靠靠靠！我去，我被咬了一口。使用绷带，补个血，等一下，绑一下。哎，等会儿！靠！大出血。好，先止一下血再说。没看到，哎，大背包，装备背包，哎。等会儿，布袋包啊！这游戏可以哦，这游戏可以包包套包包啊！这么爽的吗？这个配方我已经有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包啊。又到了整包环节，哎，为什么？
好，哎，不是什么水壶，铁罐可以放进去，哇，牛逼牛逼，把暂时不用这些东西可以放进去，改锥可以撬锁，哎，拿上，一次性口罩，过滤，装备上，好，不会受到包子的感染，哦，好的，好好好好，对不起，可以背包套背包，我喜欢，搜索，再搜一下，好，我觉得还是要去刚才这个超市看一眼。刚刚那个绷带，我以为它是像很多游戏上是边打的，它实际上是要使用一下，我以为是可以边走边打，结果掉了一不少的血，所以刚刚用那个医疗包加一下，这里还有医疗包，我决定过去看一下。虽然感觉蛮危险，但是它的门在哪里啊？好多人啊，你听到？改锥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怎么撬啊？这样，好，好的，哇，好多物资，里面先看一下。这里面因为有视角问题，我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丧尸，啥东西在炸？果然，我去，啊，子弹呢？我去，喷毒丧尸，你大爷，这还有！哎，我去，还有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，哎，这没毒。R4气冲枪，踩毒上去。人呢？他脑袋为什么顶着木头啊？先把里面的丧尸清空，应该还有一只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死！土毒就太恶心了。哎呦我去！我现在很累。现在可以搜索一下，维修工具包，工具包可以放进去，火柴可以用来点火拿上。我有点累，我需要找到食物，喝点水，大瓶矿泉水。这边，哎，这是满了一瓶铁罐锅，然后外面下着雨，刚好在这里喝一口，补充一下水。再喝一口，然后把它放到包里去。OK， 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比如说食物纤维啊、木棍啊，先放到包里。我们现在需要找点吃的。我好卡这个游戏，下雨之后感觉。手电筒、石块、火柴。这个手电筒是电路未接，必是个坏的。谢谢，拿这个。它可以需要电池才行，我们把它装备上。OK， 好、哦，是亮了一些。这红色什么？汽油，汽车似的。有没有食物啊？怎么都是水啊？水壶太多了，玻璃瓶儿，再拿一瓶水。OK， 水过。这边，红色电池，铁丝。又是车辆，就是这边后面可以找到车，是可以维修车辆的呗。看一下我的人物的状态啊，躯干完好度79%，就地睡眠可能造成失温。我得找个床是吧？得休息一下，但这里不太敢睡觉呀、啊。铁管，有两个大包包，双肩背包，可以包包套包包，这样吧，把这什么改锥是吧？火柴。水壶都放进去，一次性口罩，子弹放外面去，然后这个对吧？消防服、电池，哇，这游戏可以背包套背包，是真的爽。红色药剂、广角手电筒、
二号电池都拿出来，然后再拿一个。啊，好，哈哈，可以。好的，刚刚还有几只丧尸，电池是给手电筒加电的人去的。好，丧尸应该全部干掉了。集成充电电池放进去，啥都没有。酒瓶儿，没有食物吗？这超市只有水，没有吃的。铁桶，大铁罐儿。然后刚才好多货架被我打散了，这种丧尸搜刮起来。复合弓，哦，主武器弓箭，小子弹，钱。我这种军用丧尸感觉还是蛮强的，东西物资挺多，都是木材。搜刮一下，超大户外背包。别急，我把这些东西我都放进去超大户外背包，然后把户外背包装上，行不行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最终这个游戏还是变成了类似于《僵尸毁灭工程》的整包包游戏，我觉得整包包好好玩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超大背包直接背上，装备背包。我去，看到没有？之前的布袋包没什么用，全扔掉。然后这超大背包可以装好多东西啊，装，不亏，这波不亏。但是搜了一遍下来没有看到任何的食物，这个就让我很难受。外面还下雨，天还下着雨。之前丧尸铁管、二号手电筒、水壶以及变异组的哪一些？好，有了个超大背包之后，我现在很强很猛，但是没有食物也不行啊。七号电池，铜矿石。好，这边已搜过的这个上面都写着是已检视，你就不用再看了。然后没有搜过这边可以再找找看。地上好多木材，这已检视搜过，这都已经搜过了。那看起来我现在要冒雨出去，冒雨会不会掉血？来把这个气枪。给气枪把压力充满，然后气枪的子弹我现在看一下就只剩三发了，不够用了。刚那个弩虽然挺好，但是没有见识，我不拿了。这游戏当中武器还蛮多的。好，三发，我弹药，手枪还21发，拿手枪。哇，冒雨出去，我觉得有点作死。车里看一下，马格南，五六弹夹，哇，这车里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啊？好，刚按丧尸 ，N95 口罩，现在我这边躯干受伤，可能会影响，就是我身体被抓伤了，但是它影响的是物理攻击的那个速度，我现在是打枪流，所以没事，而且我还是有消防斧的。一旦出了太多问题的话，我可以拿出我的消防斧去干架。把这个拿出。哇，背包太套背包太爽了。这边还有技能吗？枪械类，瞄准，所需物品蓝色药剂。哦，这些药剂可以提高枪械类的暴击伤害、射速。我去，这么牛逼！装填速度。然后体能可以增加耐力上限以及耐力恢复。近战。哦 ！OK， 这就之前拿到那几个药剂就是用来加点的。哎，这边有个小屋，我一定要进小屋看一下。这边一直在下雨，就有点难受。工业。哦，黑暗，我手电筒虽然开着，但是还是目不能视物。纸箱，好的，
有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？我有一点困倦，有点疲惫。搜索一下，架子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个窗户，小凳子。这是一个浴缸，橱柜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种小屋里没有床吗？哎，你在逗我？搬出去吧。我夜晚在这里行军，感觉好可怕呀。我看一下我手头有没有些其他道具，就是把我手头的东西那个稍微整理一下啊。这边这个电池倒是有用，但是电池呢，这两个手电筒它是电路未接通，开关是关闭，电源仓是空的。比如说把这个电池放上去，然后开启，开关是打开，电路是未接通，需要修复，是需要用铜丝才行。电池呢？这是一节，啊，装上去。这还是一节，哎，好，OK，哦，它需要两节啊，安装备上，然后把它开启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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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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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现在我有了这个电池之后，能见度大大提高，我就敢外出去浪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夜晚太恐怖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可能会被丧尸咬死。好，哎，我又开骚起来，骚起来，搜索。普通背包，我现在有大背包，不用担心。啥玩意儿？这房子里面空空荡荡，就几个水池，几个柜子。柜子里有没有食物啊？抬起，这都是搜索，都是矿泉水的瓶儿，但是没有食物啊。这个小镇丧尸，我刚刚经过战斗之后。应该打的差不多了吧？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建筑，进去看看是什么？工业。进去。开门。关门。搜索货仓。步枪、加长枪管、枪械的配件喽。搜索。哦。简易木剑2把，我去，搜刮一下，铁管、铜管、铜丝，哦，铜丝是需要的。修复这个手电筒需要10个铜丝，柜子、锁柜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游戏当中，柜子里面的物资还真不如那个什么，真不如僵尸身上掉。僵尸上倒还有一些常用的物资，柜子里面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的东西啊！真是的。搜索，你看，要么就什么都没有，要么就是一些贼没用的东西，空的。丧尸呢，反倒身上倒是有一些什么铁丝啊、子弹啊、武器啊等等。这是个啥？房间倒是蛮大的。算了，我决定，这里面啥都没有，我继续往过走了。就是有点缺食物，水倒是还有一些，再喝点吧。打开，到处。拿一瓶水过来，喝一口。好，保证自己的水是充足的。然后再往这边走。哇，有了手电筒之后，这个视野能力太大了。我们最终是要朝最东边走，看一下 PDA。超市的地方我去了，但是没有，已经搜过暗壁了。现在要往左上角有个电脑的标志，那里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好安静，又是一个很大的建筑，18发的手枪子弹，
我觉得是 OK 的。枪械很多，现在缺的是弹药。我这什么东西？军用措施吗？怎么还有这种防爆盾？弹药箱阿尔法的.22小口径弹药，不行，用不了。我需要有一把类似于科尔特那种小手枪才可以。弹药箱.762毫米弹夹，有没有突击步枪？我想知道 AK 有没有。搜索货物背包，纸箱子。这个屋子的门在哪里啊？好像看起来它是一个防御的基地啊，你看它外围有一堆这种防御的木板。哎，这门在这儿。霰弹枪又是9毫米手枪弹夹。我缺的是弹夹吗？精良的斗篷，防御的。把之前那个换起来啊，它防御。762×39的子弹，哇，这里的物资不错，外围的物资，你看外面这个铁丝网，铜丝，我先搜一波，霰弹枪子弹可以，这样霰弹枪有11发，刚刚在那个超市里战斗打出子弹打太多了，我现在有闪光弹，没事，开始。大量撬棍吧，没有声音，没事，门先关。我这是个医院吗？什么声音？铁镐、木锤、建筑用的止痛药。放到4号拉回去。这是个医院。货物背包。军火枪架全是木剑。先从边缘搜起，里面应该有丧尸，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弹药箱什么都没有啊，大哥。我估计这里应该跟之前进那个仓库一样，刚开始感觉什么都没有，结果里面一大堆丧尸。休息，哎，我可以休息到天亮。啊，可以，休息还能保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样节省一下我的电力，而且晚上搜刮确实不太适合。剩余电量没了，这边。它挺好的，休息的时候自动关手电。哎，这边是个工作台，可以造东西。哦，然后比如说我要造一些马格南子弹，然后造一些这个.22的子弹，它需要铜块。我现在只有铜矿，没有铜块可以冶炼。哇，这个游戏以小见大哎，虽然我没有，但是能看到很多东西。止痛药、绷带，好，药品也有了。我现在其实最缺的是食物。电视柜、军火架、弹药箱、访问数据、进入系统 Welcome to Data Terminal、 用户日志、治病孢子传播性研究、岛屿发现这个孢子，这是 有一关剧情，就是人物怎么变成这种那什么，进入系统、靶向药 MIT-4 用户日志、靶向药包括在岛屿主页、退出系统，还是有点剧情的。这边也可以休息。我这个医院怎么都是铁剑士啊，铁剑、铜剑等等。我后悔了，我刚应该把之前那个弓弩拿上的，就是刚开始不是没背包嘛，后面背包大的时候我应该回去拿一下的。军火架能看到，没有显示就没有。好，你像这种上面架子上明显有东西的，拿一下。
好多剑士，因为我点了剑士回收，所以一旦找到比较好的弓箭之后，我可以用它来回收。简易斧头用来屠宰破门，而且有攻击力。锤子、斧头、锤子，我消防斧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又是剑士，穿透力更强的木剑和铁剑。啊，应该拿弓弩的。早知道这里这么多的剑士，好了，没了。走吧，天亮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南部赶路。这里搜了一波，药品不多，但是找到了大量的剑士。哎，这游戏超市里没有那个什么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哇，我有丧尸！等一下。哇，就是土毒了，真是恶心！这还有丧尸 ？What the fuck？ 等，门口被堵了，被堵了！我们不要从门口走了，从这翻出去。哎，这不是有个窗户呢吗？我去，这么快吗？大爷的！完了，水，二号电池，喷涂着，丧尸还蛮富的，东西还挺多，还有，冲出去！啊，快走！好了，不管他，被堵门的感觉真难受，我现在先离开。这个医院在这里就搜刮完毕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南边走，看刚才南边应该还有，往大路上走，城这里太危险了。哦，这还有矿场吗？腿部受伤，包扎伤口可以，那我包扎一下。好，正在体力恢复，生命恢复。这是铁矿吧？这是。好，来，二号位。哎呦，哎呦，铁矿石。哦，后面不知道造武器、造弹药、造铜是需要用铁矿和铜矿的。我们开点矿。我去 ，Minecraft。再来，铜矿石。之后我得再找到一个类似于铁针的地方，把这矿石全部熔炼成铁锭，然后就可以造子弹了。气枪没子弹了，不是放回去。喷子放上去。好，这是个两连发霰弹枪。好，拿一些。这个东西我虽然背包弹，但是我的负重现在有点重。我什么东西？我靠！哎！哇，这个气枪好猛啊！这气枪没弹药了，等一下，我靠！偷袭啊！好，听一下声音，好像还有老式双管霰弹枪，我有了。食物铺不可以做绷带。你看这丧尸上的物资还挺多的，麻绳、休闲服、钱。丧尸身上的物资是真的多，我觉得这游戏就是鼓励大家龙爪步枪，它是需要气枪弹的 ，.50 气枪弹。哎，把它换掉。好。哎，可以，又是一把新的气枪。罐装芬达啤酒。把啤酒喝一下，然后把罐装的芬达喝一下，它可以补充一些食物和水。好 ，OK， 再把这个罐装的雪碧喝一下，哎呀，好爽，美滋滋。小木棍，这边还有一些丧尸的尸体没有搜。三管霰弹枪，载弹量3，我这个是单发霰弹枪，载弹量1，状态极好。这个已经磨损了，而噪音很大。子弹拿一下，
9毫米子弹。你看小型手电筒笔记阅读一下，有关于三胆霰弹枪的那个样式，这应该是一个人物，变成他之前应该是正常的人类，然后被丧尸分解了，分尸了。这是老式双管，都是磨损的，我们本身的霰弹枪还是比较好用的。 OK， 等一下给它通气。气枪永远的实验，气枪不会磨损，但是它伤害是真的高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继续前。这边有银矿、铜矿、金矿，我来到了矿山上吗？好多矿场哎！看一下下方有个医院，然后上方这里呢应该还有个小镇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自爆的 boomer， 他死了没？我好恐怖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还在着火，我想去搜刮一下。啊，他着了。算了，我应该会被烧，尸体都烧没了。为什么矿山上有这种奇怪的东西？好，继续走。我还以为野外会稍微安全一些呢。头部受伤，为什么我的头部会受伤？头部什么时候被挠了？然后我记得之前的布匹。行，先不着急。布匹应该做绷带，但是我这个受伤绷带是止血的，受伤我吃个止疼药吧。好 ，OK， 这样生命值在逐渐的恢复。好，我们又再次来到一个新的区域。哇，好多尸体啊！收官，休闲服，好穷。铁丝网，哇，好多尸体，乌鸦。哦，物资冲锋枪，弹鼓。What the fuck？ 9毫米子弹。等一下。哇，爽！等一下，弹鼓呢？弹鼓能装吗？9毫米弹夹，对，弹夹有30发，它是直接这样装的，装弹量16×16 加1可以装60发，我子弹装满了。哦，它已经装上弹鼓了吗？装填加一 ，OK， 好，手持物资冲锋枪，这波无敌，这样是的。这个还没搜，看一下这封信，阅读一下。我没说过鲁迅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哇，不过这个准星，哇爽，哇好爽，就有点废子弹。弹鼓添加的，对，弹鼓就是它这个相当于它的弹夹了。这个玩意儿炸开之后，它的尸体能不能搜啊？它炸开一堆绿色东西啊，会掉血的。先搜下垃圾箱，防爆鞋，把我的鞋子换了。腿部受伤，哎呦，我真是醉了，我。设置怎么样？我干嘛要去踩那堆东西？这边可以设置为单发模式和连发模式，连发吧。哎，检视车辆，搜索，豪华 SUV 上车 ，Engine Start， 车辆没有燃料了，但是我好像有燃料哎。对，我有燃料，小心一桶。检查车辆，它现在电池完好度0，引擎78，
前灯坏了，然后它的燃料油箱添加燃料。没有燃料吗？油桶啊，有啊。哦，油桶是空的，没有油。哎，炸裂，我拿了一个空油桶回来。好吧，这辆车开不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游戏当中的那个什么要素还挺多的。僵尸毁灭工程加，就是加那个汽车车辆都更新一两年后才加的，这个上面竟然直接有，搜不了。搜索，这是废车，有铁管，哇，好多车。引擎坏掉了，油箱也是坏了，啥都没有。搜索一下算了。哦，556的弹夹，27发，可以。我现在缺一把突击步枪，哎呦呦，直接爆头，哇！一切的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。这油桶没着啊，感觉像着了一样。搜刮，小型火药包什么东西？电池，突变神经组织用来合成蓝色的药剂。这种突变组织应该可以用来升级，合成药剂用来升级的。电池拿下。哎呦，这俩人喷涂者好穷啊！我要找那种有衣服的感染者。检视，引擎坏掉了，油箱油都没有，全是废车辆。一根铁管，不是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城镇往北边走，感觉蛮大的，我们上去。现在脑门是中了一枪，有点伤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这个血量差了一些，我需要再吃点东西。食物都是一些饮料之类的，还行吧，喝一个啤酒算了。嗯，玻璃瓶已经喝完了，喝口水吧。好，没有吃的，先把自己的水先补满。搜索一下，轻量化枪托，哦，适配口径9毫米，运动弹夹，这个是运动步枪。这玩意儿呢，你能加不加不上去？枪托 ，OK， 加上。好，物资加上枪托。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激光瞄准镜，加上好，带准镜带枪托的物资，哇、哦，看到没有？竟然有红点，有绿点，哇，爽，哇，好爽啊！来，搜刮，又是把物资，还有弹夹，它的样式是磨损的，我的呢？我的状态极好，哇去，我的这么爽啊！那他这个把那个啥，把那个清除弹夹，对，把弹夹清出来，子弹它拿出来，然后弹鼓拿出来，9毫米弹夹，保暖裤，阅读一下，花大钱价钱买的物资，你这大价钱这么垃圾吗？好哇，清除一波弹夹可以。好，现在我的这个气枪弹药也有了，就是刚开上那把气枪应该也是有了。路上尸体才是王道，我觉得搜这些东西，你看这些地上的这些什么垃圾桶啊啥的，都是些啥玩意儿？反倒是怪物这个尸体上真的是太能掉了，掉宝率好高啊，啥都有。休闲服区哥，你看什么？随便一个尸体，物资冲锋枪加弹鼓，加什么68子弹？哇，龙爪气步枪，哎，这把步枪是高压气罐。状态良好，我这个龙爪呢？状态磨损，那把它那个啥，把它那清除弹药，还扔掉，拿它更好一些。好，而且它也带准镜，上子弹，哇，可以啊。然后这边先充气，好，这个气枪很好玩呀。气枪就是不需要任何的动力啥，就是你只要气打满了之后，你可以疯狂输出。这把枪的状态比刚刚那一把好一些，而这把枪伤害极高，自带准镜，啥都没有，纸箱子，
服装头部啥东西啊？这是头盔喽，防御是50%的。哦，这是个头盔，那还行，摩托头盔。但是减移速啊，我的人物都跑不动了，特别是个大背包，背包头，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，啥玩意儿？靠！什么东西啊？防弹呢？我 ，grenade， 啊！活着没？怎么还有 boss 啊？雪碧？什么东西？防弹衣的敌人，哎，等我等一下，来，你有防弹衣是吧？来，我一斧头砍死你！我，这穿着防弹衣就一个七号电池啊，多功能工具，突变的心脏，这是个 boss 吗？我天哪！他炸开掉出了一堆鹿肉腐肉，我靠，怎么还有一只？没有弹药了，把气枪子弹上一下，刚子弹全打光了，我吓死我了。电池电池钱，这玩意儿还有把霰弹枪在这里，什么东西？2.50龙爪霰弹枪，这个是磨损，这是我刚刚扔的。然后三弹，阿尔特曼气枪，我那把先把9毫米的弹壳拿出来，然后把乌兹换回去。乌兹没子弹了，哎呦！没有更多的9毫米，物资只剩4发，那换回之前这个气枪吧。这两种气枪的子弹，好吧，这气枪也没子弹。嗯，3管霰弹枪吧。好，霰弹枪加这个气枪，龙爪气枪，物资让我打光了，我去！不是，这上面刚刚是什么东西啊？吓死我了，是个 boss。头部下身 N95 口罩，哦，没事，这里 boss 应该被我干掉，只剩下一些小崽子，问题不大。我啥东西这是？滚叶丧尸，没有燃料，搜索，胶水。这里我打死了这么多，打死这只 boss 有啥奖励啊？没啥奖励啊。微型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像肉瘤一样的地方。我去，怎么都着火了？这烧死了。好，这种龙爪步枪带这个准镜的非常好用。搜一下，僵尸才是王道。躯干布啊，布拿布可以做那个啥，可以做那个绷带。凯拉夫下身，哎，下身凯拉夫，装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浑身护甲很肉，但是跑得有点慢。纸箱子。门口这是个邮箱，这个是信箱。我包子，快走！
那么还有包子？哎，为什么？吸入有害包子必须戴口罩是吧？等等，这个包有点乱，我口罩在哪儿呢？装备。哦，好好好好 ，N95 口罩装上啊。N95 永远的神。牛仔帽，枪械维修工具箱。哇，你看我的大背包已经让我塞满。哎，有只鹿，可以把鹿聚集到。哎，我大家看到没有？我的饱食度只剩一半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之前有个技能叫做食肉技能。哎，我们屠宰。好，使用那个消防斧屠宰。这怎么又来了？哥哥，让我捡几块肉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这个东西会爆的，爆开之后有点难搞。我捡了几块肉，捡了几块骨头。不要去搞它，不要去搞它。这个大 boss 打死之后会炸开，然后会很恶心。好，干掉。我现在需要有新的枪械或者子弹才行。最好给一把狙击步枪，我有好多762和556的子弹，但是我没有枪。看一下，这边还可以再往上面走。天黑了，我需要找到一个地方住下。好多路啊。好，兔仔，消防斧。好，哦，好多肉。这边肉可以直接使用，直接吃。我可以，我拥有是，哎，路障僵尸 ，What the fuck？ 这为什么有个路障？你在逗我？这么重吗？等一下，路障僵尸怎么鬼？有没有路障？五号电池，可，哎呦，哇，牛肉罐头，什么鬼？这么多罐头？哎，等会儿。为什么这个僵尸这么多罐头啊？等一下，医疗包使用一下。给自己包扎一下。哇，这个路上僵尸好多罐头哎。多功能工具。这有啥呢？这东西。好像有辐射哎。好，我的饱食度已经全部补满了。路上僵尸上一堆的午餐肉罐头，五个，我身上还有一些生牛肉，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敌，就是我这个血量，我这个饱食度已经全部加满了。绿绿的是啥？哦，这应该就是包子。然后我带着 N95 无敌，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我现在去哪儿？说现在在哪儿？北边这片区域现在都已经被这个铁桶僵尸，我得找个地方去休息了。我的天啊，黑了！好，拿上霰弹枪，然后拿上斧头，门关上。外面丧尸，休息。好的，那这边就成功啊，又再次活过了一天。因为这边天也要黑了，所以我们刚刚休息一下，保存一下自己的体力，之后可以外出来继续探索。整体来说，我这游戏活了三天嘛，怎么着下雨啊？整体来说，这个游戏的玩法还是非常非常好玩的。然后。感觉比僵尸毁灭工程要多很多要素，而且它现在是一个 beta 版本，后续应该会持续更新，应该有更多的新的内容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一下。我今天的试玩就先到这里吧。那行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一款非常好玩的隔离区呢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小的频道，那么就是下期再会喽。大家拜拜。